小伙伴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虚空幻影只会出现在火山祭坛吗？众所周知，在火山祭坛上摆放上神树树的果实、巨人的头颅以及炼星上的断剑，此时虚空幻影就会出现。有很多小伙伴告诉我，虚空幻影只会出现在火山祭坛。错，其实虚空幻影还会出现在沙漠中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虚空幻影非常强悍，如果你见过它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虚空幻影在行走的时候，它会留下火焰，但是最奇怪的就是它会回到祭坛的中央，把这些火焰全部吸入在自己的体内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二个就是此时虚空幻影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并且它还可以随意打开传送门，然后它就消失掉了，出现在天空中，然后缓缓地下降下来。那么虚空幻影只会出现在火山祭坛吗？今天我和学姐发现了虚空幻影，它居然出现在了沙漠中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但是这个虚空幻影它出现了在沙漠中，它好像在休息，一动不动地站在这里。所以说迷你世界中的虚空幻影，它不仅会出现在火山祭坛，还会出现在沙漠中，你们知道了吗？点个关注，下期继续。